你能不能快点儿？你怎么跟甲鱼似的呢？你搁那爬呢？这孩子是虎啊你啊，是不是虎啊？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你说你完蛋吧？啊，让同学给揍了，这家给你揍了，大米饭白吃，我白养活你了一天。你打不过他，你提爸呀？你提爸没呀？我提你了，我提完你以后，爸，这当当又踹我两脚，你给我踹的。你提爸哪名了？假娘们吗？完了，爸早就不是那名了。你爸现在小钢炮，你是，你没提对。爸，小钢炮是你啊？咋的？哎妈！我以前老听别人说小钢炮，小钢炮，天天挨揍，天天挨揍。你说我这挨揍，你这不随根儿吗？你说，把扭头给我薅的，给我薅的。这给我儿子揍的，真心疼了。你赶紧你爸找去，你就前面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去，你走吧。走，走哪儿呢？快点啊！前面左拐就是。你这考试考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别提考试了，你就提打架的事儿吧。你说，今天呢，孩子考试，这也不知道考咋样。这现在都这么晚了，咋还没回来呢？哎呀，这太让人操心了。这都几点了呀？妈，我回来了。呀，站住，站住！咋捂脸干啥呀？没事儿，妈。你捂脸干啥？手拿下来，拿下来我看看。哎呀妈，这咋的了？没事儿，妈，我撞墙上了。你瞅瞅你。你在走道你睁点眼睛啊，老眯着眼睛走道干啥呀？那行，那你一会儿擦点药膏啊。妈那饭也做好了。行啊，我吃饭去了吧。哎，行，没事，你再擦点药膏。哎，搁哪呢？就当家吧，就当家。准不准？准。去这家是吧？对。啊，对。一会儿爸你多讹点钱。讹什么钱？讹钱你就想的没用。你敲门去。爸你敲，你去敲。完蛋了，我敲啥？能有那么敲门的吗？谁呀？不挨揍光说。谁呀？你干啥呀？啊，挺震惊啊。不是你谁呀？你谁？你不知道我谁吗？你是谁呀？不知道。告诉我谁？我他爸，他是我儿子。我是你爸，你是我。我是他爸。咋办吧？你上我家干啥呀？谈事儿了。你儿给我儿打了。打了？嗯。不可能。来，看眼睛没？看着没？看着没？揍的。啊，你指定是误会了，我儿子特别老实，他不可能打仗啊。我误会了，你儿他儿叫什么名？董明印。给他好好说，快点饭。等会儿没用，说别的没用。明印呢？明印，哎，你出来，来，出来，快快快快，干嘛？你看看，你认识他们不？就他爸。就你给我儿揍了。喂，走啊。喂喂喂，哎，走啊。哎，找我家来呀，是吧？你不用动手，听不听着？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你打不过人家老师，这跟你干，完蛋了！你看着没，大嫂子，看着没？你儿聪明不？为了跟我儿干仗，把头都剃了，都薅不着，看着没？你这样，我问问到底是咋回事。你先别激动啊。什么激动不激动的？给我你说到底咋回事啊？妈不怨我。怎么的了？他骂我，我才揍他的。骂疼啊？骂呀？骂你啥呀？你就揍人家呀？他骂我有妈没爹。大兄弟你看这可能这是之间他有什么？哎呀，这两个孩子可能都小的不太懂事儿，要不明天我让我儿子把头发留起来，行不行？然后让你儿子天天好，行吧？儿回把头剃了，是吧？小
要不然你看也把我儿子打了，就扯平了吧啊？那能扯平吗？啊，那能好能好扯平吗？这眼眶了还揍的，看着没？嗯，这失一点手怎么办呢？这我亲儿子。是，那大兄弟，那你说你就公了私了就完了，别的没用。那公私了咋讲啊？公了那就是让公安局来办呗，完了。整个重伤害啥的，哎呀，那可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那私了呢？钱儿呗。妈，咱不给他钱。别吵吵。那得多少钱呢？多少钱？我儿子说了算。多少钱？两块。正好阿姨这有五块钱。你去去，妈，咱不给。他收两块钱。最少两万啊、哦，少一个数都不好使。多少钱？两万块钱。大兄弟，你看我们家。也不像能拿出两万块钱那样啊，你就别说两万了，你就五千，那就五千吧。大兄弟，我是说五千块钱我们也拿不出来呀，是不是放讹呀？啊，咱俩谁讹呀？我讹你呀，那意思啊？那我真还有说走？哎，别的，哎，别的，别的，大兄弟，咱再商量商量。大兄弟，大兄弟，大兄弟，妈。妈，咱不给他做一点，妈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就原谅他这一回吧，行不行，大兄弟啊？走，你起来，来，大兄弟，来来来，我这行，妈，你原谅他了？哎呀，坐坐坐，快谢谢你叔叔。像不像？没事，这走。大嫂，我听明白了，你叫我大哥是为了救一个小孩才走，是吧？那我问问那孩子，当时我大哥救那孩子。你家里人没来感谢你们？哎呀，我们也不图于那个呀。最起码姓什么你们知道不？后来听别人说好像是姓周吧，姓周，也不知道这孩子应该长多大了。明印呐，快谢谢你叔叔啊！谢谢。儿子，跪下。我让你跪下，大你虎啊！我给大跪什么玩意儿？儿子，这是你的救命恩人呐！当年被救那个孩子就是你呀，舅妈，舅妈。啊！